好事儿，这是不是要给个大力。姐妹们，我下播了，但是我已经被在空调房里面穿着鸿星尔克的羽绒服这个梗洗脑了。现在是成都晚上的26度，我们也穿个外套去撸串吧。走，这多少钱一串啊？1块钱一串。1块钱？嗯。这个真的是每个都是1块钱吗？蔬菜1块，刚才多是我的价。哦，好嘞，谢谢。我要一个炒河粉，2个炒面。啊，还有一盒啤酒。一瓜啤酒，来2个啤酒吧。你知道一到晚上我就很兴奋，我就会胀，就很嘚瑟，就跟他喝高粱，但是其实我还没喝呢。兴奋就是我的大乌苏。今天还带了鸭子，还有口红，还有充电器。来，今天热评我只想看到这个，我们团结一波好不好？来吧来吧来吧，干饭干饭干饭。第一眼看中了这个鸡翅，第二眼看中了这个苕皮。来，我们先撸个鸡翅啊。嗯呢，路边摊可能是最好吃的，永远都是最好吃的，香的一批。我们今天去那个鸿星尔克实体店买衣服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他们生意有多好吗？有没有去过的？整条商场就他们家生意最好，买衣服排队，付钱排队，模特上的衣服直接都被扒光了，太绝了吧！这我拼老命抢回来几件衣服，哼。我昨天晚上还刷抖音来着，在成都一个路边摊。一个男的穿着个羽绒服，然后对面有个电风扇在那撸串儿。我是不是不行啊？我太热了，我想脱。我没有电风扇，我也没有空调，但是我有 T 恤，我买到了。我最近看鸿星尔克的评论要把我笑飞。为什么有团聚人那么多？来，我给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鸿星尔克比较魔障的评论。这个是鸿星尔克直播间的主播，对不起，36码断货了。然后网友，那就35吧，大不了我剪脚趾甲的时候下手狠点儿。这个真的是有够狠，好吧。还有一个主播，我们老板说了要理性消费。网友，叫你们老板不要多管闲事。太牛，这一届网友真的太不好带了。这就证明了咱们中国人还是挺团结的。对，不愧是 2B number one。还有一个主播，不好意思，鞋子卖空了。网友，那就上冬装，上羽绒服，不开空调穿。你别说，我真的看到有人开空调穿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南方的苞米。还有这个想给女朋友买双鸿星尔克的鞋子，他说鞋子尺码不合适要退货，我觉得没必要，我可以换个能穿的女朋友。你不想混了，兄弟。尤其你这个评论让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。嗯，怎么讲？因为我是94年的，哇，94年的那个时候就是鸿星尔克呀、赫布呀、361呀、贵人鸟啊、贵人鸟呀，有没有穿过的宝贝？这些品牌，嗯，然后别人都在穿着鸿星尔克、361度特步的时候，嗯，我还在穿着那个带钉子的那个鞋子，然后那个钉子还被磨得平平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发过来。过来，拐到哪里了？就辣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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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串儿咋那么辣呀？哇，这辣椒好吃，这辣椒真辣，正常的是我爱吃那种辣辣椒，辣香味绝。是辣。什么辣椒？魔鬼椒。魔鬼椒。印度椒就喊的，我只是对半加，有些人吃的辣。真的辣，真的辣，真的辣。酸吃不到，有些还吃的辣的还很干。你嘴皮都辣木了。这是时间的变化的海椒。你两个星期上，你不要打好的，不是大海椒要生到大，是花椒和海椒你生到断个背就变质了。那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不要忘给张馨予点个赞哦。张馨予，我把手机递了，快给他拍拍拍。他真的，我的天呀、啊！好事儿，这是不是要给个大力，拜拜，拜拜，你们早点休息哦。拜拜。